你变的幅度大，那个相变的幅度也大。啊，念头变的幅度小，这个相变的幅度也小。啊，现象是果报啊，果报是随着因心去变的。正因为事实如此，所以佛法里头才说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啊，菩萨晓得事实真相，啊，他要想现好的相，他一定修善因。啊，他不希望见到恶的相，所以他决定不起恶念。啊，三有三界也。啊，刚才说了色界，啊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这叫做三有，也叫做三界。啊，有漏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这个漏的意思就是不健全的，啊，不是完好的，名其必坏也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长短，我们今天讲存在，是讲它的相续现象。啊，它相续现象能够支持多久？全在想象，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全在众生的想象。念头转了，境界就转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想象呢，不会永恒不变的。正在讲想象是刹那在变，但是变的幅度不大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，似乎是一个相同的相续相。其实这个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刹那生灭，实实在在是了不可得。一切学人当常观此理。学人是指修学佛法的人，一切学佛的人要常常关照这个事实真相，要常常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这个道理。啊，虚空上是毁灭昏扰扰相啊，这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。啊，虚空是什么？虚空就是毁灭昏扰扰相。啊，通常用两个字来说它，无明。无明就是毁灭昏扰扰相。渺小如泡啊。啊，何况世界。啊，这个地方说它渺小，他要跟性海来比较，他就太小了。啊，虚空就太小了。何况世界，虚空跟性海比，虚空像这个空中一片云彩一样啊。
而世界是包括在虚空里头，那么世界不就是更小了？何况此身呢？何足道也？啊，我们身在跟世界比一比，那太渺小了，啊，微不足道了。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虚妄现有，靠实则无。眼前种种境界，是虚妄现的假有。不是真有啊！啊，虚妄是什么呢？妄想啊！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妄想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靠实则无。你要细心去考察一下，实实在在没有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从它的本质上说，它没有；从它存在的这个时间来说，它几乎是生灭同时。因心造业，循业而现。这两句是说明他所以然。啊，这个世界的假象，为什么会有假象？假象是依据什么而发生的？这两句话回答的清楚了，是因心造业，心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呢就是造业，循业而现，这现的就是相。所有这一切相啊，就是你业所变现出来的。业是因，相是果报啊。啊，业因果报。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业因果报的变现，它确确实实是现象。但是他所现这个相是极其短暂，真的就像那个闪电一样，一刹那他就没有了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相好像的存在呀，就是他那个刹那刹那的相续相。并不是这个相啊真的会存在一段时间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，绝对没有。刚才讲了，它相续的时间长短完全看你这个因心的那个造的业的时间的长短啊，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都是寻业发现的，受要好丑啊，因果难逃啊。寿是长寿的，夭是短命的啊。这就是说明这两个字是代表这个幻象、连续象，它连续时间的长短啊。时间长的，我们叫它做寿。时间短的，我们叫它做妖。啊，你所看到都是一个相续相啊。
好丑啊，是讲他现出来这个相。啊，这个受要是讲它存在的时间。因心善，现出这个相呢，就善。啊，三善道的相。啊，四圣法界的相。啊，声闻缘觉佛菩萨。这个因心不善，现的是六道的相。现的是三恶道的相，那就是丑啊。所以这个好丑啊，就是讲境界的善恶都是自己造的，因果难逃啊。啊，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回什么事呢？实实在在讲，就是因心造业。循环无间呐，刹那生灭，相续现象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没有一样啊是实在的啊，没有一样啊是常住的，没有啊，全是刹那生灭。然无蕴本身亦了不可得，无蕴是我们讲的精神物质的那些因素啊，啊，这是造成身心世界的条件，这些条件都是虚幻而不可得的，何况假合之幻身啊，四大无蕴假合的我们这个身体，身体决定是虚幻。其为似有，啊，是好像是有，啊，我们能够见到，能够接触到。好像是存在，就跟梦境一样，啊，实实在在的呢，实无可知，这是真的，了不可得者，有即非有也。啊，你这样才能真正见到事实真相。啊，有即非有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哪有这些事情呢？所以唯有业随身呐。啊，这个造业，它没有中断呐。我们现前清醒的时候造业。造业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啊，睡觉了，睡觉还在造业，还没有中断呢，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啊，你做梦的时候你觉得你在那里造作，你不做梦的时候还在那里造作啊。啊，如果你不造作的话，你的身相就没有了。啊，还是在造作，所以这个造作永远没有间断。因此，这个色相啊，相就不灭。
那么你造作的因心变，这个相相的这个它就会变。你变的幅度大，那个相变的幅度也大。啊，念头变的幅度小，这个相变的幅度也小。啊，现象是果报啊，果报是随着因心去变的。正因为事实如此，所以佛法里头才说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啊，菩萨晓得事实真相，啊，他要想现好的相，他一定修善因。啊，他不希望见到恶的相，所以他决定不起恶念。啊，恶的念头一定感的不善的相，啊，好的念头一定是感到美好的相，这一定道理。啊，谁做主宰呢？自己念头在做主宰。啊，决定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一定要认清楚有即非有，所以即使这个境界相现前，也若无其事。啊，可以受用，不可以执着。啊，这个就得自在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